白银怎么清洗？白银饰品在清洗的时候，首先应该清洗光面，需要用到牙膏均匀涂抹，轻柔饰品，用软布擦拭直至光亮，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，用布擦干。同时清洁白银饰品时，清洗做旧或者带纹路的白银饰品时，同样挤少量牙膏到手中，加少许水揉出丰富的泡沫。轻柔饰品可以适当的用软质的小刷子轻刷，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，用布擦干。对于清洗纯银饰品手链时，可以把银饰放入，然后挤少量牙膏到手中，加少许水揉出丰富的泡沫，把带泡沫的牙膏水倒入袋中，反复揉搓，然后再用清水冲干净，用布擦干即可。